浩明，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我说让你走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就看在我一直表现这么良好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回吧。哎呦，你怎么又来叫我？我刚吃两口热乎饭。哎，你们几个上楼吧。不是不是，你吃你的。你嫂子回娘家了。吓死我了！我都快让妈折腾死了。嗯，哥，坐一块儿吃。我吃过了，你们吃你的。小米啊，哥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把妈送回老家。旅游旺季马上就到了，你给他安排点活儿，让他散散心。要不然在家吧，整天胡思乱想。是，快到了，这不是没到呢吗？哎呀，我现在都烦死了，愁死了。你把他一个人送回去，他不更胡思乱想呀？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没有。你看现在咱妈啊，整天都魔怔了，什么事儿吧就爱钻牛角尖。我也没办法，但是真不能把他一人送回去。就他现在这状态，那万一想不通了，真干出点什么来，咱后悔都来不及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每次一回家吧，看妈那个样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她也不好受。哎呀，再坚持坚持啊，哥！只要农家院一开张，我立刻把他带回去，啊。现实能做成这样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以后好好跟他过日子吧。行啊，只要他自己过到了这道坎儿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不过，妈，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。您抽空去我那儿陪陪我婆婆说说话吧。她现在情绪特别不好，整天钻在牛角尖里头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现实都着急了。没问题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呢？那就明天去吧。啊，您就陪他说说话，带他出去活动活动，晒晒太阳什么的。哎呀，等他心情好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嘛，不是？放心吧，人家现实做得不错，将心比心，咱们能帮忙的绝不能袖手旁观，这事儿啊包在妈身上。行，明天啊我跟你妈一块儿过去。那也谢谢爸。哎，省呀，谢什么？老婆，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你得给他担起来。我怎么担呢？老婆，你想，咱妈是因为啥才折腾咱哥的？不就是因为想要个孙子吗？可是这事儿不管怎么着，多多少少跟你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然咱把咱妈给接过来吧。就在老家那还用说呀？那肯定的，这不是咱们现在住不下吗？再说了，你说咱俩现在谁能腾出手来照顾他？老婆，其实现在看哥这样，我心里面特别难受。我知道，妈有的时候这么折腾全是为了哥好，但是当父母的，有的时候你就得为孩子考虑考虑。行了，你别说我妈了，这不是岁数大了吗？人一上岁数就容易想不通，容易控制不住。不是，老关是这样，你们家要关键就一个人控制不住，也就控制不住了。关键是你们家个个都控制不住，这事就变得特别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找灭的吧。更何况这是原则性问题。赵明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，从今以后你不会再跟我耍大小姐脾气的？赵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次我要是姑息了你，你以后一定会更得寸进尺的。
你一定会更飞扬跋扈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老公，我这不是一时没忍住吗？我走。老公，你原谅我吧。这要没我说话，你听不懂吗？我说让你走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就看在我一直表现这么良好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回吧。都看你着呢。给我站好了。只要没有问你，咱家谁老大？你。谁？你。我谁呀？老大。下不为例。不会再有下次了，老公。把嘴给我闭上。李总啊，亲自干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妈咋样啊？你就会说，你怎么不回去看看？说回去来着，我这两天不特忙吗？走不开。你嫂子连工作都不干了，在家照顾妈，你好意思说自个儿忙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你怎么说话那么冲啊？我就这么冲。你看咱妈要了命了，在家里啊，一会儿要跳楼，一会儿要上吊，一会儿都不消停。你还好意思说自个儿忙啊？不够让人省心的。那我现在也走不了啊，虎子送餐去了，要不等会儿？你吃了没啊？吃了。借你等会儿吧。婷婷，给我哥倒杯水。哎，不了不了不了，我坐不了多会儿，一会儿我还得回家陪妈，让你嫂子休息休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大老远你能找我？我跟你说啊，咱妈要是再这么闹的话，非把我和你嫂子给闹黄了不可。不至于吧？什么叫不至于吧呀？你看啊，杨天真生过孩子吧，是吧？现在怀不了孩子了，那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呢。你说他妈这么闹去有什么意思吗？我嫂子现在是不是有思想负担了？肯定有思想负担。哎，真是！哎呀，问题是我就在琢磨，你说这么下去，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看咱要不要把妈送回老家？不是，把她送回去，那谁照顾她呀？是，你给她送回去容易，送回去之后呢？咱妈吧，又不是不能动，关键是她这儿有问题。是，他是这儿有问题，所以他茶不思饭不想，那么不能没人照顾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一个月，你等我一个月，我给他送回去，行吧？行吧，行吧。不过这一个月，不能让你嫂子一个人照顾他，你是为他尽尽力呀，啊！不管怎么着，你也是他闺女，是不是？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吧，对不对？你别把自个儿当成个甩手大掌柜似的，什么事都不管了。对对对对。我隔一天去一回，行了吧？我跟嫂子轮流。